今天早上原本很羡慕杰森有五支神可以吃，你们都知道防疫期间没有拉面吃有多痛苦。没想到今天下午他们寄了一封信给我，说要请我吃跟杰森一样的东西。就一回信之后呢，他不但寄了这个鸡白汤拉面给我，哇，超多盒的，然后还给我一盒一模一样的海鲜，我实在是非常开心啊。不过你在旁边干嘛？哦。听说里面龙虾是活的，那其实我也不太敢杀了。那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。哎，看这里有一只龙虾，它这是洞哎。靠，鸭子我不敢杀了，还是把它抓下来养。哎，看它正在动哎 ！Oh my god， 这我不敢杀呢。没关系，我们先看其他东西啊。啊，这里还有五只神的其他东西。哇，生食级干贝，然后 wasabi， 还有一堆鲑鱼卵，哇，太幸福了吧我！感谢五之神啊，何德何能啊我 ！Day three， few moments later. 刚刚前面我们说要处理，最后还是不敢杀它，结果我把它冰到有点应该是死掉了，因为我怎么弄它都没反应。那其实我在处理的时候呢，我想到它搞不好只在休眠状态，我还是给它一刀爆头了。抱歉有点吵，他们闻到这一些虾子都会很兴奋啊。今天呢还有下雨，所以那个背景可能有点吵吵的哦，不过没关系啊。那开始前呢，我们感谢五之神无条件的提供我这些东西，那我决定还是拍个片记录一下。而且我说实话，他们那个鸡白汤拉面真的非常好吃哦，我自己在拍片前我已经吃了一盒了，好不好？一盒里面有三包啦，啊，这是第二盒了，感觉很好吃啊。这碗痛风鸡白汤拉面呢，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完成。大家有看到龙虾哦，有鸡肉哦，有干贝哦，这干贝还超大颗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好爽啊！今天的重头戏啊，你还会看？哎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看太多了，靠杯哦！哇靠，这个太奢侈，干我真的会痛风啊！好，先发个动态再说了。哦，救急痛风拉面。一样，再次感谢我们五之神啊，让我能在疫情期间可以吃到好好吃的拉面。你们都不知道这段疫情期间不能出去吃拉面是有多痛苦的一件事，现在终于有办法吃，还能吃到这么棒的，哇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，应该是我吃过到现在表面成本最高的波士顿龙虾，但是实际上它是熬虾哦，因为龙虾真正的龙虾是没有熬的，但是大家都喜欢叫这个叫波士顿龙虾，跟大家科普一下，我也是前几天发动态，很多观众跟我讲，我才知道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开动吧。那首先这个龙虾哦，浸一下汤。哦。这一碗我从刚刚那一口里面感受到什么叫山珍海味，鸡白汤的浓郁搭配上鲑鱼卵加龙虾的海鲜味哦，整个就是山珍海味啊，这全都是料啊，全都是料，我挖不到面哦。然后他们的面啊，其实他们调理包上都有教你怎么处理，其实非常简单哦，你会弄泡面这个你就会弄。那我为什么会放一个虾头呢？其实我这个人不喜欢装饰，但是杰森那时候说他的拉面里面有放这个头，然后那个虾汤全都流到汤里面了，他不喜欢那味道，但是只能刚好很喜欢这味道哦，所以我就这样做了。那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它这个面感觉如何。它这是细面哦，那只能喜欢吃粗面，但是这细面也非常好吃哦，不然我也不可能在两天左右就吃好几包啊。那太好吃了，只是放了有放了一下下了啦，可是它还是很有咬劲，它不会说软烂软烂那样，非常好吃。然后再吃一下这个鸡肉。它这吃起来就很像在吃健身餐的鸡胸肉啊！哦，那再介绍一下这个干贝，这个叫然后叫北海道生食级干贝哦，好大颗哦，哇操！来，
哦，怎么这么好吃？天哪，以后吃不到怎么办啊？到底吃不到怎么办？你们告诉我。但是等一下，你会变成个伤残人士。我现在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在吃这碗。第一点哦，就是五只神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个龙虾，因为我而死，所以我们要抱着一个尊敬的心情把它吃掉，哦，带着最高的敬意。哦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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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我们来吃一下蟹螯，这个蟹螯真的是我觉得我处理最棒的地方。这只手比较窄，这样子就组成了它的螯了。我是没想到我处理龙虾可以处理的比想象中的好了，我没想说应该那种支离破碎的。然后它原本身体下面还有几只脚，那个我在处理的时候就把它们吃完了，因为那个要把肉弄出来太麻烦了，我就直接把它吃光光。来啊，分享给你们，观众先吃啊，来个 battle 哦。这味道真的爽耶啊，老铁们双击点赞666啊。我来吃个龙虾身体。其实龙虾身体啊刚刚没有那么 Q， 那会这么 Q 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刚刚担心它还没有熟，然后我又把它丢回锅子里再煮了一下，就它就 Q 起来了，所以看起来不是很好看。好享受啊，再次感谢五之神啊。现在我家两只猫都在我脚下徘徊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只超喜欢吃鸡肉，啊，一只超喜欢吃虾子啊，刚好这边有鸡肉又有虾子，山珍海味，但是我不太会给他们吃啊，因为那个其实对猫身体不太好。我现在吃到现在面食就吃完了，剩下就龙虾跟一堆鲑鱼卵，有没有那种青蛙下蛋的感觉？青蛙下蛋高级版。那这辈子呢，我想应该是不会再有接触到这种东西的机会了，太奢华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觉得最完美的钳子，啊，最完美的钳子，这个是它用来破坏敌人的大钳子。我那时候拔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吓一跳，欸，我自己觉得我处理的好棒哦，自己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种这种感觉。可是实际上看人家处理的影片其实也没那么破破烂烂，但是我自己还是觉得我第一次处理龙虾能搞成这样，我自己要给自己一个赞啊。我前几天发一个动态，我按自己赞，有的时候好尴尬，只能怎么按自己赞呢，因为没人帮我按赞，我就先帮我自己按赞，你看龙虾也给我一个赞。不愧是在活动的肌肉，这个咬起来真的是舒服啊。哦，这个汤哦太浓了，那鲑鱼卵跟鸡白混在一起，那个汤已经变黏黏的稠稠的感觉，太强了，这个感受到我喝下去哦。我等一下如果没有运动一下，我没有在家里做个有氧一下哦，这个我感觉明天哦应该会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哦，痛风的问题啊，那等一下我们一定要是要代谢一下的，好不好？这个里面我是没有打算吃的，这个虽然是精华，但是不要吃好了，算的。哎，我不吃你也不能吃。好，跳走跳走，赞！我跟你讲，我们家亮亮哦，就是赞，讲一次就会听。那如果是海胆跳上来嘞，我用讲的他不会听了。我们把干了，好了，我们终于吃完这个超豪华的痛风拉面套餐。那疫情期间呢，大家真的是要小心啊。那如果大家想吃拉面吃不到的话，就可以去五之神看看他们的鸡白汤拉面。那另外也有不少拉面店都有推出他们的调理包或者是外带，你想在防疫期间吃到好吃拉面的不二法门。最后我们感谢五之神，感谢龙虾，还有感谢各位观众。要不是各位观众哦有去看以前五之神的影片，然后去跟老板说哦看直人影片来的，不然老板也不会请我吃这个啊。影片最后哦，如果你们想要分一杯羹的话，那我就把这个头哦洗干净啦，有兴趣的话哦欢迎留言哦，我们抽奖哦，来抽这个龙虾头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好，喜欢影片的话，不要帮我喜欢、分享以及订阅，大家下期见，拜拜。